哎，爸，回来了？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不是爸，你哪搞的被子呀？嗯？哪里来的？你在哪里搞的被子？嗯？搞这些被子干什么？明天去学校。啊？明天去学校？明天。那你这被子是哪里搞的？那你拿，你别人管你快去呢。不是，你没钱，爸爸。不是，这哪里来的？你别人管啊。哎、你打工啊？是，那是怎么来的？你把大白给卖了吧？大白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把猪给卖了呢，爸？暂停。我不去学校，我们不要这钱。你去请假，爸爸。我们不要这钱，爸。怎么不要怎么样？你去请假。我们不要这钱，我们有办法上学啊。你对我们这么不好，我怎么回报你？我觉得爸实在不容易，真的对我们是真的好。